日前，备受关注的广本皓影终于来了，而且开启了预售，价格18万。预计其正式上市后的价格应该与 CRV 基本相同。皓影其实就是广汽版的 CRV， 它与本田 CRV 是实打实的姊妹车。从外观上来说，皓影的风格更偏向于硬朗，尤其是前脸上的线条更为平直犀利，造型相比于 CRV 也更加复杂一些。与 CRV 那种比较圆润的风格相比，皓影明显具有更加硬派的气质，这也会获得更多男士的喜爱。皓影的车身长度比 CRV 略长，但是其他数据与 CRV 几乎完全相同。皓影车尾的样式与 CRV 略有些相似，但是皓影平直的线条和大开大合的风格明显要比 CRV 更胜一筹。总的来说，皓影的外观比 CRV 更敦实更讨喜。不过遗憾的是，关于皓影内饰方面的信息目前还不多。配置上会有本田 Sensing 安全超感系统，带有自适应巡航以及360度全景影像等配置。动力方面，皓影与 CRV 是一样的，燃油版为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93马力，匹配 CVT 变速箱，并且有两驱和四驱可选。而混动版则为 2.0 自吸，215马力，百公里综合油耗仅为 4.9 升。如果皓影实际的价格与 CRV 不相上下，那么相信皓影的销量绝对不会差。您对皓影有何看法？欢迎在视频的下方参与讨论。